990，那应该要990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他还在判断中，到底是绿灯还是红灯。真希望可以测试一下。如果能够1008030张这样绿灯就好了。看起来好像还 OK 了。收件夹。哈哈，晚上好，安安，Hello。哈哈哈，有看到，有看到。不过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个 PS5， 然后 GTA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聊天室他又直接，我更新一下，该不会每次都要更新吧？GTA 5。我觉得那个真的超扯的，再继续卖吗？继续卖个几万套。哎，然后还有那个《恶灵古堡8》的那个资讯。是啊，《恶灵古堡8》呢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啊，好友在干嘛？他在月城集会所了。我看到你990啦，你的 NR 已经990了，安安呐、啊。990很不得了呢，你快要封顶了。哦，明波跟那个麒麟，哇，这个厉害了耶，这看起来好可怕哦。明波跟麒麟，女巫和狼人，啊，等一下，《恶灵古堡8》女巫和狼人，等一下，《恶灵古堡8》哎，他不是一直以来都是僵尸或是顶多是寄生兽或怪物吗？那怎么突然来个女巫跟狼人啊？好像期待他有就有一点点这样的 feel 了。こんにちは。太夸张了！女巫跟狼人那到底是要怎么去用呢？神赐的台地，转身衣装哦，我好像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化合衣装。有没有那个其他的啊？其他的衣装啊？奈勒衣装，其他解除烟筒啊？那个治疗烟筒的任务在哪边啊？我怎么都没看到。好，来来来，打明波了，加那个麒麟。发现到五代斧头男，斧头男忘了，哎，没有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，糟糕！说真的，五代我已经很久没碰，那时候 PS3 他送的、啊，他那个 PSN 会员用送的，然后当时我就直接玩一下，然后跟认识的玩一下，然后之后就没有了。彩度、亮度，等一下，他衣服好
他衣服好糟，就只能变这样哦。他只能变成这样。那我要用黑色的，啊，没，黑色不好看。白色，你们觉得用什么颜色比较好？红色配红色吗？不要。哎，欸，这个好像不错哦，亮度。好，就用这个了。哎，欸，呀，欸，OK OK， 好，我们准备我们火力装备。等我一下，我忘记换那个衣装，有鸣波跟麒麟，对不对？那我要穿那个耐雷。恶魔灵魂哦，我记得这个好像是类似黑暗灵魂那个，对不对？重置版，相隔不到几年用重置版，还不如直接出去做就好了。来啊来啊来啊，麒麟，我叫你过来的。嘿，名次狼好可怕哦。我下次我要带那个加那个回血速度上升啊！喂，当初有这款才有黑魂。盾族，我后来发现这名刺龙他装备是每攻击一次会损血，PS 我话说那个巴姆特他有抽奖，欸，抽 PS5， 然后我去抽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中，欸，有中的话就好了。我打，都弹刀啊！哼！再一下。哦，好，死亡搁浅公布 PC 版电脑硬体规格。话说我没有去玩那个死亡搁浅诶。啊，对了，零代一代的话，你们比较推荐 HD 版对不对？那《恶灵古堡》零代一代。总之这次 PS15 那个首发不是首发会啊，就那个公开发表会，超多人超喜欢的。接下来就看那个X1有没有什么王牌啊。X1，你的王牌在哪里？罗马之子吗？HD 版啊，好啊。那我到时候6月16号，我不知道6月16号之后指定特价卡普空会不会再特价，欸，还是说我现在先买啊，零代跟一代
那为什么你一定要那 Coco 一定要把它放在边边啊？我突然觉得好讶异哦。为什么我的 Coco 一定要放在边边？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完全故意还是怎么样的。麒麟也不会往边边跑啊。我现在有点开始习惯那名刺龙装备了，我回空了。哦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拜托你来踩好不好？快踩啦！好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不知道啊，看到了，一发，这边还有一发，碎。哎呀！不知道16号 Steam 特价会特价什么？没办法，对于 PS5 的首发，不那个公开会，还是 Steam 的特价比较吸引我，因为毕竟 PC 版我可以直接用 PS5。他好像听说售价不是20000多吗？然后马上那个消息又删除掉了。哦！啊！哎呀！哈哈哈！我刚看一下聊天室而已，我就死了。在跟你说打那 BOSS 的时候，绝对不要去聊天室。哎，无法连续用餐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真是的，我们的血量归零了。没关系，拎子也挺好啊。哦，真棒！我才一出来，马上就有音乐。对，刚讲完了。那零代跟一代，你们比较推荐哪一个呢？先哪一个啊？零代跟一代。哎，等一下。奋战中，加油啊，我们的大大。话说昨天晚上啊，我们的豪乔大大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实况的如何，然后我才刚讲说1080非常顺畅，他刚讲完然后就断线，太厉害了。可惜我们的好小大大那时候没有看到，有看到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超好笑的，才刚讲说完全没问题，很 OK。 哦，暴怒了，暴怒了，暴怒了。
哦就这样也被打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打一下，让我打一下，啊，回血，让我回血啊！我就差那么一滴，让我回血一下嘛。我懒得吃啊，我懒得吃啊，应急药。啊，美丽，我要拿一下蜜药了。真的很可怕，你那名刺龙。好，等一下，明刺龙，我最好用那个耐雷还耐水。对，是最后一次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明波交给你了。明刺龙火力很高啊，可是就很容易趴掉啊。我干脆去换那个奶妈装好了、啊。哦，我决定，我先换那個奶妈装，这套装真的太可怕，火力很大。刚刚打麒麟下了1200呢。虽然这么说，但是那个斩击斧跟盾斧啊，强极平下去可以到2000-3000。我突然觉得我蓄力斩根本就没什么。哦，有了，打得到耶。哇天，又在上面！我在想说能，就不能有一个招式是把那个怪物直接诱引下来的？啊，往上跑，往下跑。是的。哇！不关我的事，我在这边帮你补血，我在这边帮你补血。哎，我发现好像是同一区，没办法哦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好友在哪边啊？不关我的事，我下去了。这样他马上看不到我啊，超棒的、欸！他马上看不到我。
哎，才刚讲，才刚讲而已，他就马上过来了。不，不要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没有广域化、啊？哎、欸，有啊，那怎么我们的那个都没有吃到啊？冷冻金枪鱼，啊哒！我们当捕食啊！我们当捕食。骑神之王哦！我突然也很讶异，觉得我是不是完全没有去。因为我记得我在帮人家补完血啊，别人都会上面有那个类似感谢话语还是什么的，好像是系统制定。而且我觉得好像没有帮那个好友去吃到补血。哎，再一次，骑乘之王。我喜欢听那个音乐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跳头链，我才不要哎、欸！我真的再一毛就完蛋了。我刚刚用超高火力的装备，然后结果疯狂死，安安呢？好，换奈雷一装。我是捕食，我是捕食，没办法，我觉得之前那个，要么是中华电信啊。我喜欢听那个声音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就之前我们那个从《绝命异次元一》啊，那时候开始，对不对？开始就会模糊，其余部分根本就不会。哦哦，奈雷一装真厉害，被打一下才一点点。我先上去了，拜拜！吓死我！快两个月，两个月，我回去看一下自己的。哇！没有打到。五百五，差超多的。刚刚1200啊，然后就现在就550了。哦，不要！哦，感谢，感谢我的好友鼎力相助了。记忆体不太可能欸。我其实这边一直都还有6G 以上的空间，不至于啦。这一次我一定要骑起来！哦吼吼呦，哎呦，哇，撑住了！我撑住了、欸，刚刚那招超厉害的，奈雷一装果然厉害。在想记忆体不够，就刚我这边看一下。啊、算了，我上次按那个工作管理员，然后就画面直接跑掉。那时候啊，就是也是20古堡6那时候在实况。
所以我觉得要么是那个显卡驱动或作业系统，不过还有就是 YouTuber 他不是调整画质，我觉得在那边也有刻意啊，刻意去用，不太一样。放地雷！哦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挥空了啦，挥空了。啊，最讨厌鸣波龙了。基本的快取记忆体不够，因为如果记忆体不足的话，应该是连我游戏这边都会影响到啊。可是游戏这边我录制下来的画面是非常高的。720哦，几乎要跟1080一样，可是上传到 YouTube，它就直接被压缩到糊掉。因为我有自己看一下那个，我有自己看一下录制下来的影片，它其实是差很多的，而且重点是上传到 YouTube，它又会压缩。我那个奈特大大有跟我们说一下，它压缩啊。然后整个很糊。如果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希望说，干脆放到一个上传空间一个影片，然后大家这样看就可以知道说我录制下来的时候画质是多么的高。我突然超了 其他地方不太敢打啊。不过你不是打左边，我打右边吗？这样也算哦，这样也算吗？尾巴也断不了。那鸣波龙除了那个普通版的尾巴，我橘色跟紫色的都没有断过它。OK。我们不是就在旁边补血好了 还有，我看一下，我疗愈烟筒那些到底要怎么用？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隐身滑空、挑衅、盗掠、化合一装、回避一装、受到高攻击力的攻击使伤害无效。我觉得这后面其实用起来不太行。达人烟筒那些我都还没有拿到，魔物倒地哦，得爬起来就这样被干掉了。因为我那时候剩一次啊，剩一次我们要重新再打。挑衅衣装，断人招式，达人烟筒157157，哎，我现在不是，哎，我现在多少？啊，好150。啊，好吧，都要这么高哦。好，我继续用回我们的化合一装改的。之前玩线上游戏，我觉得说这个魔猎人的断招啊，直接把它取消掉比较好。说真的又没什么用，而且说真的蛮多人都觉得很诟病啊。一般现在我可以解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看到？竹野团，大家需来需去。